我怎么感觉来到，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吗？我来的这个地方会不会又遇见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？哎呀，每次一过任务的时候，换上这个头，我绝了！我跟你讲，你看脖子多长。那个锤爆暴龙是不是就最难的？拳击手是最难的了吧？赤鸣赤龙，哇哦！这两个 APC 绝对要跑。嗯。这些 NPC 水到这种时候都没有死，真的好奇怪啊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无敌的。妈，这龙蜕皮呢！这个不是霓虹灯笼吧？看我干什么？我摇头表示不知道。哦。你看我四处在看，我的眼睛还发光呢，笑死我了。哦，明灯笼的成年体，明灯笼就是那个霓虹灯笼呗，就翅膀里面全是霓虹灯。哎，哎，让我跑一下呗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也接走了吧，给我也接走了吧，给我接走了吧，别留我一个人呐，我害怕。哦，那是鸣波龙啊，这个是什么之地是吗？啥呀？哦，对，之前好像任务到这儿了。你好，再见，我会死吗？已经打神经了，我猜也是。我为什么吃饭没有高级券吃饭补的血多呀？哎，能补货呢。高级券吃的火，谁他妈让你吃后面的？吃后面的你就只能加那么点血。啊，吃推荐，推荐的话就多一点哈。你只能吃推荐的，我跟你说。谁管你？我每次吃高级券，我就吃那个什么，吃那个就是那个健康，它不是能补一血吗？就我这个吃，哇塞，这个是电的吗？呜，你好。电火呀，四只腿都可以打。这家伙好巨呀！这是个啥龙？这边两只已经软化了。呜，好凶啊！头部软化一下，软一软，舒服啊！马哈皮，他还挠地呢，尾巴好像尾巴是两三节儿，是不是？这尾巴是不是可以砍断呀、啊？我都懒得说你了。我没有刀，但是我问问不可以吗？不可以呀、啊。
小气白来的。这就是砍的谁的？这个龙好大呀！打后腿的血还要多一点，打前腿血不多。打哪条腿都是一样的。哎呀，他又搂我，我要换个体力一。我被顶跑了，我见见他就行了，别太认真。啥意思？必死无疑吗？呜、哦！我觉得我估计我要结结实实挨他一招会死吧。你死不了，但你很惨。哦。哦，再见，我去吃个血吧。再见，你往哪儿再见去？我还吃瓶里的血吧。他要走了吗？他怎么掉下去了？哦，那他的皮呀、啊。看猫叔躺下了，猫叔日常躺。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软化，妈呀，咬我，你头上着火了，七娘，你是不是被他给烧了？我死了，猫叔还救我一命。好一下，躲在石头后面，我看新娘躲后面，我也躲后面。哦，
稳。啊？赢啦！让你体验一下，你才这么兴奋，要不要去打正式的？哦哦，要去打正式的。喵姐预计在2020年11月在哔哩哔哩，也就是 B 站进行直播首秀，与粉丝一起玩游戏。首秀当天会抽奖送游戏送房管哟，希望新朋友老朋友都来捧场。